为了庆祝母亲节，新庄所谓优算电视特别举办我爱妈咪小小主播体验营活动，让爸爸妈妈带着孩子做回来体验做主播的趣味，也透过这个机会让孩子跟妈妈说一声母亲节快乐，增加亲子之间的感情。新庄所谓优算电视所举办的小小主播营是受到乡亲热情的欢迎，因为母亲节来临，特别举办我爱妈咪小小主播体验营活动，让家长带着小朋友来参观优算电视是安怎运作，先见机房设备、摄影棚等等。我叫郑永新，我读玉光亲子幼儿园大班，很高兴来参加新庄电视台的录影。看到家己出现伫电视机顶头，小朋友甲家长是拢非常的欢喜，家长是纷纷摕起手机啊记录下这一刻，家长嘛拢表示。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义，也增进亲子之间的活动。在我们彰化这边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小小记者营的活动，有机会让他来那个参观这个摄影棚，然后尝试一下不同的体验，然后我觉得很棒这样子。除了让他了解到说我们有线电视是怎么样运作的一个模式之外呢，也希望让他可以感受到爸爸妈妈对他的用心。也透过小小主播体验营的活动，让小朋友对妈妈献上上真心的祝福。妈妈母亲节快乐！新庄所谓小小主播营体验活动是得到真侪民众的肯定，有想要参加的乡亲，明年的报名时间要特别注意，卡手要紧哦。新庄华新闻杨淑仪、林浩辉、段昌报道。